走吧。Dr. Seuss 特区。欢迎回来欧家生活这个频道，今天要来做洛梨优格奇亚籽牛奶，这些是准备的材料，剩下的再用保鲜袋装好放冷冻库。洛梨有抗发炎与抗氧化的功能，还可以保持肠胃道的健康。如果你正在怀孕，洛梨还可以补充叶酸、钾跟维他命 C， 也可以缓解便秘哦。成熟的洛梨可以保存冷冻4到6个月，解冻以后适合拿来打果昔或是拌沙拉，很适合夏天吃。Ethan 比较不习惯喝果昔，所以每次打果昔都是我喝掉2/3，牡丹喝掉1/3，大人小孩一起喝。通常我会加的是马修的优格，比较单纯。抬高高，头抬起来，头抬起来。嗯哼，饭饭来了。IKEA 的鲑鱼是我最常购买的鲑鱼，没有什么腥味，也比较少看到有刺。走吧。常常午餐想要简单快速的料理，我就会直接从冷冻拿出来鲑鱼，进气炸锅，200度烤20分钟就可以吃了。Thank you, mommy, who made it. In His name we pray. 妈妈。嗯，来吧，烫烫哦，要吹吹哦。嗯哼。Thank you. 我来 update 一下房间现在祷告室的分配。祷告现在上面多了一些东西，多了现在有新的家教学生的名字，一样是会有一句经文，这个经文有时候会替换。我就拿我书桌的这个椅垫，我有一个尾椎痛，所以我都一定要做这种垫子，把它丢在这边就可以跪在这边祷告。然后来 update 一下，这个很好笑哦，这个是以前我用尿布的纸箱帮牡丹做的一个书柜。那本来呢，我们家这个 Phonics 的书是散落在各个书柜。有一天我就发现牡丹把所有的 Dr. Seuss 全部都集合在这里耶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我不知道他是辨认得出来这都是同一只猫吗？还是他觉得都是英文教材应该要放在一起？不知道。如果是同样的东西都要放在一起，可能就是遗传到我，很喜欢这样整理东西。反正那一天起床我就觉得很惊喜，我就哈哈大笑。 Dr. Seuss 特区。开始做这道菜是因为有一次冰在冷冻库的墨西哥饼皮裂开了，就索性把它们剪成一块一块的丢到绞肉里面去炒，然后发现简单又好吃耶。伍斯特酱又称为英国黑醋，是一种有水果风味的醋的感觉，有一点像是台南鳝鱼意面的酱汁，咸咸酸酸甜甜的味道我好喜欢，用它来入菜几乎都不会失败，也推荐给大家。那另外肉类的料理比较贵，所以我常在料理里面加入一些豆子或者菇类，除了增加分量也增加多糖体跟蛋白质，一方面也是为了省钱。
好酷哦，超级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啊，我到了。现在就是我已经用了咖啡机泡了一杯浓缩咖啡，然后现在刚从健身房烤箱回来看这个风景，然后我要写卡片，因为是我跟伊本的结婚周年纪念，我们结婚4年，每一年大大小小的节日其实我们都会写卡片给彼此。那他现在带牡丹出去走走，我就自己在房间里面写卡片。悄悄来，来得太快了吧！哇！吓了吗？哎呦！然后呢？即使是两天一夜的旅行，通常我跟Ethan还是会安排一段给彼此的空间。所以现在带牡丹来一楼大厅的酒吧，我喝了一个椰子莱姆酒，在这边待了大概1个小时，牡丹就在旁边看风景，然后我在看 Pinterest 上面喜欢的灵感，我很多食谱跟穿搭都是从这里找灵感，然后出去散散步，再来吃晚餐。爸爸妈妈会不会相信做卡片，做彼此的爱，平常陪伴彼此好说的话。请开哦。有一个小 baby， 欧姆蛋在哪里？这里。哎，欧姆蛋不见了，出现了，在逗妈妈啊。哎，欧姆蛋又不见了，啊，出现了。
在这一堂水彩课里面，我跟主任都很惊艳这些青少年的创作，他们自己也很高兴，带着很美丽的画作走出教室。嘿嘿，我们把松饼放到碗里面去，我们要量100公克哦。现在妈妈到以后，你再自己拿。这个等一下，我们再放进去。快到喽，呀，成功了。好可爱的手手哦，小手手哦。哎，轻轻的，不要弄用力甩啊，轻轻的。会烫吗？烫啊！妈妈切水果了。Cheers! 先不要生气，捡回来就好了。
嗯哼，还有，嗯哼，还有，last one， 还有 ，almost done， 还有 ，you did it， high five， 好棒啊！